请在今日下午一时，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罗马书三章23-24节：主啊，我们眼见偏重人民主义和自由神学的基督教教导，使到信仰的真谛倒退而感到难过。这些教导倡议人性是良善的，仅凭改变我们的环境可以拯救人类。我们为着无为人类的罪恶和末日的永恒审判作大胆的宣告而向你认罪，祈求你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亦都只能够因你的恩典称义，救赎亦都只能透过对基督耶稣的信心。奉耶稣的名，阿门。